希望自己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一个艺术家。我的偶像就是从小时候的偶像是孙悟空。我内心是一直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我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观主义者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艺术家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功能，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特别实质的作用。那社会可能就有一些人，他就喜欢猫在屋子里或者猫在一个地方去鼓动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是所谓的这种像奇门遁甲一样，这样都搞点火药啊，搞点什么，就是那种看起来很没有用的东西，说配点什么放到最后砰炸了是吧，那种兴奋可能比你轰一下做一个炮弹，就一开始就要规划去做一个炮弹，要把对面那个墙或者那个城池给它轰掉，那种快感可能要带给你要更强啊。当然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早期的这种所谓像玩弄的这种感觉，后来的那些东西可能也不见得存在。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艺术系统、艺术史，自己的一个艺术史。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的作品是一种游离状态、一种中间状态出现的。创作的时候要摆脱一些惯性，你在去创作的时候会有很多你已知的系统，它像磁石一样，它在吸你。你必须找到自己的一种节奏，才能游离于这些，或者说能够平衡于这些磁场之间，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位置。就是其实这个做作品的时候，这个状态是需要你去拿捏跟它的关系。当它已经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去嗅着它的味道，伴着它再往前走。有时需要帮它调一调方向，有时你要在后面看着他，去期望着他走到一些带你走到一些你以前可能没有太关注过的地方去。或者就这个，只有更多元去展示这个艺术家，这个年轻艺术家的思考，那么才会有一个丰富的一个个案。这无穷动实际上就是他的一种，我觉得会成为他的一个追求。它不只停留在某个地方，或者停留在某一种媒介、材质、观念，它强调一种过程，一种或者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痕迹。那么，它的艺术创作就是这个痕迹的本身的一种表达。回溯到过去。来如何理解过去，然后你才理解未来，这个时候你才理解现在。联系到这个卢正远这个个案，他很多作品，特别是在绘画中的一些作品啊，他都是和或大或小的艺术理论、艺术概念、艺术史问题相关的。他实际上是把那个写实主义美学抛弃掉的，而把写实手法拿过来用到一个他的观念的语境中去，实际上构成了对写实的一种微妙的一些这种有实际上有点小恶作剧，还有上颜色，还有这种丰富性和这种复杂性，我觉得是我喜欢的东西。谈创作可能都把这个事情谈小了，可能是一个思考或者一个人的一个活法，就是不想那么概念的活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存在于自己的一个坐标系统里啊，你无论是想重新建立也好还是怎么样，总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目光大概的一个范围，你认为自己是在这样的一个群落里去在对话，你能看到的视野也好，其实它都是你内心的一种折射。作品其实是艺术家的一个就像分泌物或者遗留的一个痕迹，你走过这儿你踩了个脚印一样，你从这儿走过是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成型的状态，建立的自己的这个艺术的系统更庞大和繁杂一些，像一个迷宫一样。那主观上实际上有点这个想法，迷宫不是死路，迷宫是有出口的。找到了某种规律，从中哎，你可以饶有兴趣的，你可以走出来。对玩的心态下面掩藏了一颗紧张的心。